哎，发财，请进呐！里边发财。老兄，赢了钱了，拿上点。这是我的钱，什么打赏？发财里边，里边发财。 走走走！兄弟，如果我不那么做，你的钱早给那些流氓抢走了。那，谢谢啊！记住，财不可露也。这个世道变了，坏人也会变成好人。 小姐，你的菜。客官，您的菜。走开！老板，老板，走开！等等，臭小子，偷米，这回抓到你了。 谢谢，看你往哪儿跑！放开我！喂，干嘛欺负小孩？谁欺负小孩？他偷我的米！算了算了，我来赔好了。嗯，走。别说话，给我！不给！你放手啊！不给！不给！不放！哎呦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！对不起！ 钱包交出来！哎，给不给？你快放手啊！我可不是好惹的。不放你怎么样？不放我就揍你！嘿！嘿！嘿！哎呀！哎！嘿！还敢不敢揍？嘿！嘿！嘿！小妹，快点还给他！怎么样？嗯。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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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粥你都没得喝，水你就喝个够吧。帮主，下一个。这张纸卷毛勾鼻子，我还没见过呢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我用你教的那张抽龙转凤，从金山老伯那弄来的。哦，美金呢？好。 今天有什么你就吃什么，啊！谢谢帮主。下一个，帮主啊，这个钱包是我用你教的那一招顺手牵羊从一个乡巴佬那弄来的。哦，哎，今天我们两个可以放松裤带，舒舒服服吃个饱了吧？对对。哎呀，你们俩是瞎子，大街小巷那么多做生意做官的，跑单帮的开铺的，你们不偷，专偷这个乡巴佬，又脏又臭。 嗯，难怪你吃的肚满肠肥的，原来你教这小孩子出去做扒手，自己就坐享其成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来拿回我的钱的。谁跟你的钱呢？你手上的钱是我的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要是不给，我就自己动手拿。 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你们让开，我来，我来。今天本帮主露两手给你们看看。啊，谁学会我这几招，将来接我的位做帮主。你做帮主？哼，那我就做教主。什么叫教主？教就是教训你的教，祖就是你老祖宗的祖。哼！你诚心来砸我的锅呀？哼，我就是要砸。 哎，怎么样？有两下子吗？哎，帮主，什么？我打晕了！打晕了！那还用说吗？过来！进来！
小伙子，别硬撑啊！起来！啊！啊！你狗咬吕洞宾，不知好人心，你真重他！你以为好心就不用还钱了？哎，没本事就算了，别砸我的东西呀！嘿，我，不不不！哎呀呀！哎，怎么来真的了？你哎呀，哎呦，这是我的传家之宝，千万不能砸呀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顶多还钱吧。拿来，当着那么多小孩的面，不好意思嘛，给点面子。还有呢？对不起啊，我忘了。就这么多了？还想怎么样？利息呢？你是我的利息啊！我好，利息啊，三拿二五息，行了吧？够了吧？哎，来，站住！你们讲和不打了？不打！他怕了我了？什么？我说你我……哎，喂，算了，算了啊！哎，请。啊，有空来做啊！帮主啊，赔本生意你也做啊？赔本生意也做？什么？我做赔本生意？你是不是说笑话？哦，不是啊，我找回来的钱直接还给人家了，这是说的吗？那帮主没那么窝囊。那这是什么？又回来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冷清清的。哎，是啊，难道大伙儿都不煮饭吃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。哎，大嫂，来你呀！来，到这边来，快点，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。说几句话，来你有奖券送呢，就在这边新开张的那家，真的有便宜，谁不要啊？快去看看吧，四姑。哎，毕大嫂，毕大嫂，这么大清早的，您上哪儿去啊？啊，我赶着买米回去煮饭。哦，那不如让我称五十斤米送到您家里边去，怎么样？我看不用了，人家那家新开张的米店有奖券送，你们呢，连一粒芝麻都没送。买了，新开张大赠送，买十斤送奖券一张，多买多送，送完即止，机会难逢啊！各位要买就快了，要买就快了啊！大嫂子，您慢走，各位要买便宜货，这是大好的机会啊！头奖呢，十两金条两条，金条两条；二奖呢，就赠送一条。三奖呢，大红烧猪一只啊！四奖正牌人参酒一大瓶，奖品名贵，永不落空。送完礼物送现金大礼，不计成本。快说，怎么样？老板怎么样啊？人家在大撒钞票，咱们不关门都不行了。哎呀，怎么会有这种事啊？他们都送些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人家买米送人参，送金条，送烧猪，送奶油，那怎么还不完蛋呢？老板呐，咱们掺沙子，缺德事不能做呀。怎么就这么一点儿呢？
你看呐，老板。哎，别吵别吵别吵，我给你们撑着啊，你帮你们撑着。哎，来，拿下，往上一个，往上。哎，慢慢来，一个一个的，不要吵啊。你看这三十斤够不够啊？啊，什么？你买了三十斤呢？哎呀，这哪有三十斤呢？这明明是骗人的嘛，去找他们算账去。哎呀，谁让你们贪小便宜的呢？我也是啊，骗人的嘛，怪不得送奖券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哎，各位，哎，有话好说，什么事啊？慢慢来。还钱，还钱。老板，嗯，接着上，还钱，还钱。怎么样？有一片，有一片。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讲价，讲价，讲价。还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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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钱。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来，好好照顾客人啊！好，来来，请进去，请进来，请。哎，你越长越漂亮，让我请上楼，不来，楼上坐，楼上坐啊！来，请随便坐啊！快点，有客人呢，好，快点啊，进去喝些耶。啊，老是在门外边偷看，怎么不进来捧场啊？我现在不是来捧场了吗？嗯。哎呀，你老实说，到底有没有钱呢？我没钱，我还到这儿来找你呀？那就先付钱后交易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别隔着门缝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哼，你看看这个。来了。你早晚会相信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就是万利米行的大股东了。德行，你有资格做大股东？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新开张的那间恒昌啊，就是我略施小计搞得他们关门大吉的。你放聪明点，别多管闲事，不然的话呢，我一样可以搞得你关门大吉，你生意也做不成。你信不信呢？你敢？我不敢。你看我敢不敢？干什么？原来你小子搞的鬼！不是，哎，好大胆！饶命！想打我们饭碗啊？混蛋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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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打了，再打我就完蛋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好好好，这你的米啊，哎，不要急不要急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好好好好，来等一等等一等啊，老板，哎，你先等一下，我先给他吃，哎，等一等，请问阿球在不在？哎呀，提起他我就火了，整天都见不着他，一有钱呢就丢了，准是跑去杏花楼去玩女人去了，哎呀。总有一天呢，惹上一身病回来。哎，这是你的米啊！哎，小心小心！哎，等一等，哎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！哎哎，好好好。哎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啊？好，他是我的妹夫。哦，那好极了。嘿嘿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帮忙干点活啊！哎哎哎，好，来了来了。老板，哎，慢慢走。哎，老板，啊，不得了了，你快点想办法。阿娟。哥哥，出了什么事了？阿九给人吊起来了，你快去救他！哎，救命啊！哎，救命啊！快点把我放下来啊！快点把我放下来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板，走啊！撤！
吧。阿球呢？他在房里睡着了。睡着了也要把他叫起来。哎，哥哥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我就是要问问他，为什么家里有老婆还要出去寻花问柳。啊，哥哥，您别误会，阿球他不是这种人。你坐。你晓不晓得他昨晚上到哪儿去了？店铺里开夜工，他常常不回来的。喝茶。开夜工倒是不假，不过是在杏花楼开夜工。啊，就算是的，男人在外边逢场作戏也是难免的。阿娟，你别这么傻，有机会也要说说他才行。不用说了，下次我不敢了。哥哥，阿秋他认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哼。你还不快向哥哥认错？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错就好了。起来吧，哥哥原谅你了。哦，对了，哥哥，你不是在城里教拳吗？怎么会有空到这儿来看我们呢？好久没教了，才收了几个学生，哪能糊口呢？您不嫌弃的话，就暂时住在这儿好了。哼，话是不错，不过我还是要找份工作才行。哎呀，你年轻力壮，能扛能抬的，你还怕找不到饭吃吗？哦。哎哎，给钱来，来，给你，扛到那边去。对呀，哎哎，给钱，买了买了，便宜啊。啊，干啥？啊，干啥？你干什么？干啥就干什么。啊，快走！别走！哎呀，我天哪！你们这样搞法，我还能做生意吗？是啊，拉我干什么？有事慢慢讲，把他一块抓回去。走走走！怎么办了？别怕，有我。快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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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问你们，天下有哪个他有能说会道、能蹦能撞、打又打他不死的人呢？有。哪个？判官的笔，师爷的嘴，成龙的拳头，李小龙的腿。够了够了，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有的死了，有的走了。废话，我是问你们，有哪个可以打赢那个臭小子的？那就找贤爷了，他的功夫最到家了。上哪里可以去找到他呢？哎，我知道，上杏花楼一定可以找到他。哎，老爷，哎，慢慢走，慢慢走啊。哎，有空再来，有空再来。哎，好好好，走开，走开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啊，老板，哎，老板请坐啊。哎，要想找哪位大姑娘，有没有相熟的？啊，是这小样。找贤爷。嗯。啊，王爷在里边。在里边。快点来了，嘿嘿，来了啊，看什么？讨厌，请猜猜他啊。哎，不行啊，现在进去骚扰他准挨揍。你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老爷子不见了。好啊。哎，你们不能进去啊。为什么不能啊？哎，还有姑娘在里边呢。好，你们别急嘛。哎，请坐下来，等会儿吧。请坐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喝杯茶，老板。哎，我想啊。哎，里边请，可以进去了。哎，你们别进去啊！哎，再等一等呐，里边还有一位姑娘呢。还有一个，腿都软了，怎么跟人家打呢？哎，出来了。啊，哎，您就是贤爷。是的，有事吗？哦，我是专程来请您帮忙的。行。
抽筋、剥皮，甚至拆骨头，都是我的拿手本领。那好极了，不知道阁下要多少酬劳？你既然找上门，咱们就交个朋友。一句话，你给多少，我收多少。太好了，总之事成之后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请，慢点。阁下就是贤爷，是不是？不错，我就是。使劲，使劲！哎呦，哎，喂，你干嘛打人？打你又怎么样？竟然敢冒充我贤爷！啊，怎么？你也叫做贤爷？我叫贤瞎啊！江湖上认识我的人都叫我贤爷。哎呦，我操！你是谁？我我叫贤蛋，我叫贤蛋。贤爷是他们叫我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疼啊！哎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宰蛇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宰蛇的，滚！还不快滚！滚！贤爷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想请你。不用说了，事情我全都明白了。我做事情是有规有矩的，断四肢，每肢三千，废武功六千，要他的命是一万。那好，就给他来个全餐好了。好好好。谢谢司长，慢走，来点。哎，大哥，刚才恒昌米站派人来说要请你去吃饭呢。要请我吃饭？大哥，还防着点，别去的好。在哪儿？太白楼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你要小心点。还不知道他有没有胆量来呢。哎，对不起，这儿有人包了，明儿个请早吧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对不起，您是？我是恒昌请我来的。啊，有客了。你来的真守时，我逢请必到，逢到必早。算你有胆量，请坐。咱们素不相识，不知道阁下为什么要摆这个鸿门宴？哦，我是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。既然老兄今天这么赏脸，就让我跟老兄喝杯酒。请，请，我敬你杯。阁下这么看得起我，我是主，你是客，我应该敬你。那我就不客气。可惜，可惜，你还嫌招呼的不够周到吗？可惜有酒没菜，不知道老兄爱吃什么菜，那就要看看你这位东道主了。好，那就先来个龙蛇宴让你尝尝。
蛇宴的味道不错。好是好，但是火候还不够。变成烂扇了。谢谢你的龙蛇宴。你就是要让他跑了，那我的钱呢？快点还我钱！还你妈的钱！哎呦，老板，老板，好小子，你们还站在这儿？滚蛋！都滚蛋！交给我。嘿，我告诉你过多少次啊，没货交不要紧，不要偷穷人家的东西，你偏偏不听。帮主，我没有不听啊，这是一只烧乳鸽。啊，不，烧乳鸽啊。哎，好，好。哎，个儿真大。真香啊。就是最小，本事你最大啊！啊，来，我的彩券呀，小王八蛋啊！啊，好啊，你调皮捣蛋，捣到我头上来了啊！我养了几十年的老伴儿，让你给宰了，哎，今天非教训你不可！哎，好小子，哎，过来！啊，帮主，我有货交，为什么要罚我啊？哎，我不是叫你，我是，这个人呢？你问那个肥羊啊？不是肥羊啊，是老虎啊！哎，您的菜啊？哎，慢用啊。快点拿出来！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想找死啊？
别动手。哎呦，二三爷，方一梅，原来他是你的人。哦，我这个小孩他怎么？得罪你了，他偷了我的鼻烟壶啊！你不见了你的鼻烟壶啊？除了你的小鬼之外，没人敢动我东西。哎，俗语说得好，捉奸在床，拿贼拿赃，你凭什么说是他偷的？你们串通的，一个下手，一个奸赃。哦，照你说，你的鼻烟壶在我这儿喽？我闯江湖几十年，你瞒不过我也。哎，我也跑遍大江南北几十年，从来没让人家人赃并获，那么丢人，那么现眼呐。凡事都有例外，怎么样？哦，咱们说清楚了，你要是搜不出鼻烟壶，要给我几分薄面，不要难为这个小孩。哼，如果搜到又怎么样？哦，你要搜到了，我樊一梅写个福字，从此收山，不问世事。如果搜不到，今天的是一笔高销。哦，你亲口说的啊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哎，好，来啊！走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呦，哎呦，糟了，糟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幸亏没有啊！樊一梅，你真行。那你的东西没丢，我也没有接赃，咱们有言在先呢。这几分薄面你一定要给了。哼。哎，慢走啊！啊，大哥。哎，有东西事儿。嗯。啊。嗯，好险呐。不行，味道不错嘛。哎，我说好危险呐，你差点替他改了名字。为什么？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，他的名字啊，就是因为一共杀了33个人才叫33爷。哎，虽然他想改邪归正，但是他好杀的本性还没改呀。嘿，刚才要是我输了，你就成了第34个无主孤魂了。哦。师傅，不用说了，太白楼的事我全知道了。干嘛又去惹事？啊，还不是为了替人出头？谁知道他不给面子，哎，反而被他教训了我一顿。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？如果你在外面惹事，我全盘计划都让你砸了。我就是怕他碍手碍脚，所以马上回来找您，最好师父亲自出马。谁呀？啊？找谁呀？找谁呀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啊？我的膀子，放手啊！王真这小子呢？我不知道啊。说不说？不知道啊。哎呦！你不说，我有办法叫你说。我的手啊！我的手啊！不要
是你。忽然急起来了，借个地方方便一下。喂，喂，你还没死啊？那就好喽。喂，你干什么你？还不快走？走？当然要走了，不知道是我走还是你走啊？喂，臭要饭的，喂，你是不是要我揍你？你才肯走？哎，你还要说呢？那天在太白楼啊，你闯了个大祸啊！聪明点，赶快离开这儿，要不然呢，你性命难保啊！我辛辛苦苦在这儿安顿了下来，我为什么要走？哎，话我可是说完了，别怪我没关照你，走不走随便你。对不起，我要去方便了。喂。你们这些禽兽，你们都是禽兽！放开我！哎呀！阿俊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，阿俊？阿俊！小子，有种你出来！就是这个臭小子！找上门来了，在这个镇上，没人有胆量跟我作对。你居然不给我33爷面子，凭什么要给你面子？你是自讨没趣！哼，看看是你没趣还是我没趣！就你这两下子还敢张牙舞爪，我这两下子，哼，你赢得了吗？别得意，是衣服。好舒服啊！
喂，你别管闲事，这次我不会再给你面子。哎，和尚吃狗肉，一回破戒，两回也破戒，也不在乎多一次嘛。喂，你不要倚老卖老。彼此彼此。法医梅，我知道你行，不过我不好惹他。哎呀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何必失感情呢？再给多一次面子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好，再给你一次面子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马上离开这儿，以后永远不许回到这个镇上。你凭什么要我离开这儿？就凭我这手鹰爪三下，打不过你，我也要跟你拼命。我就是不走。哎呀，你跟他拼命是准死无疑，那还打来干什么呢？三十三爷，我答应你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方一梅，那我就再多给你一次面子。哎，好好好，如果以后再让我碰见，我绝不会放过他的。走。哎呀，千万不要啊！你的筋骨虽然够硬，但是武功还没到家。我不信他有三头六臂，他说走我就要走。哎呀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忍一时之气，免百日之忧。我看算了。你真以为我来方便呐？我是让你试试自己的武功，刚才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报销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不要使性子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听我的话，快点走吧。我无亲无戚，叫我上哪儿去？哦，那拿着这封信到金井山梵鱼寺找觉悟老和尚，他会收留你了。啊，那我要去跟我妹妹说一声。哎，不用了，再碰见三十三爷我又麻烦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快走吧。说什么我也要当面跟他说一下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快点说。我叫王振，是来找觉悟禅师的。请问师父您是？我是小和尚，不过今天轮到我的值日，做知客僧。知客僧？哎，就是看门的。你明白吗？有度牒吗？度牒？你是没有了。对不起啊，不能进去。不能进去也要进去。哎，快站住！嘿嘿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进去可得问问我。就算你是皇帝，未得我的同意也不能进去。我是有荐书的，大师父，谢谢你带我去见主持。你聋的，听不见念经的声音吗？主持今儿个没空，改天再来吧。见不到主持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呵。耍赖皮啊。好了，俗话又说日行一善福寿安康，我就辛苦一下替你跑跑腿吧。站住。站在这儿等我回来。别说我不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乱跑让护寺僧抓着了，那个时候你就惨了。Thank you.
大师傅，大师傅。大师傅，大师傅。哎，别吵，佛门禁地，为什么在这儿吵吵嚷嚷的？他说带我去见主持，叫我在门口等他，谁知道他跑到这儿来吃饭来了。哦，玄机。嗯。师兄，你还没有告诉他吗？反正也没准备他的饭，等吃完了再说也不迟嘛。王正，嗯，主持念你，种下恶果，自绝于人，投靠无门。今日求佛引导，准你代法修行，善哉。别那么高兴，仔细听着。我佛慈悲，戒勇斗狠，以后凡是犯了五字戒规，就被逐出寺门。阿弥陀佛。还有啊，从现在起你的一举一动我都要负责任的，听着。嗯，现在让你看花灯啊，不许两头张望。哼，哎呀呀，你想露两手啊，哪容易。快点，现在就让你露两手，不过不是让你露那要饭的功夫，就放在这儿吧。你看见这些鸟了？要是拉屎在金刚经上，哼，比舔干净都难呢。那你呢？我不坐着看你了。什么？哎呀，还敢顶嘴呀？不服气啊？啊？管我？搬进去。为什么？有乌云。看什么？搬进去。你站住，那么舒服。行了，乌云散了，再搬回来。要起风了，再搬进去。大爷双脚一落地，就算你有千斤力，也拖不动我呀。这副德行，上身重下身轻，有巧手没巧马的，不倒才怪。
不能松手，快松手啊！哎呀，这回你可惨了！哎，你等着，什么事了？师兄，您问他吧。放开他！哼，我已经来了整整三个月了，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主持。你入寺的那天起，主持进修，任何人都不接见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见到主持。王正进寺以来有没有循规蹈矩？王正这个人敲经念佛就没有了，不过我每天都跟他练千斤坠。千斤坠，你就算有千斤力也拖不动我啊。师父，他的马步已经练得很稳了，我们要不要找机会来试试他？还没有到时候，要有桥有马才行。那下一步怎么样，师父？我问你，问桥先问马，武打不成桥怎么解呢？看着了啊！哈，嘿，嘿，好，来，嘿，桥架两岸，这，中间，哈，嘿，哈，固守，哈，武打不成桥，武拐不成桥。又不是瘸子，为什么耍拐脚啊？我连起十脚不如一脚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无拐不成脚，就是趁对方失去平衡的时候才起脚。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师父，你所练的那套大仙棍为什么不耍出来看看？阿弥陀佛，练武之道不能操之过急，我们明天继续。善哉善哉。请啊，老大啊，请啊。你还没有死吗？你死了我都没死。那你是来找死了。上啊，放手，干什么？我这打死我。你说过多少次赶他走，为什么留他在这儿？叫他走。我看他无依无靠，怪可怜的。爷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计较了。小子，给我当心点，下次我绝不放过你。哎呀，你还闹啊？你怎么把你俩滚？没事没事。爷爷，请坐吧，请坐。先坐一会儿，爱莲很快就有空了。各位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各位别见怪啊，请随便，请随便。对不起啊。拿毛玉，当时就没有。阿乔，啊，别哭，什么事？怎么了你？倒水呀？倒水，倒水。在床上还坐的是水房，快的告诉我吧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干嘛？这水丢你脸了？不是，你呀，还不是靠这些水才有饭吃啊！怎么，不服啊？你不是成天想揍我吗？怎么还不动手啊？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不自量力。咱们别理他。他凶也凶不出什么名堂来。放了他！别动！
瞧你这德行，真活该！你想来砸我生意啊？还死赖到这儿不走，滚！我这才不会白白养你呢，还不快点滚，快点滚！眼睛干净吗？屁的！好啊，我今天就成全成全你。剑棒在手，老僧抱将走，英雄回阵地，鼠辈见低头，腾蛇腰间出，主峰尾难受，天身照斜月，回头一片光，回头一片光。嗯，这次抓到你了吧？练功啊，你下山去吧。老弟呀，你也有今天了，快点回去跟我见主持去。动手打我，嘿，这回你可惨了。哼，我早就想揍你一顿了，整天无中生有，在主持面前搬弄是非，你是不是想做三十二爷？啊，三十二爷，早死过三十三爷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师傅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住手！王振，放肆！你忘记了本寺的戒规了？反正我是要走的了，我先宰了这个多嘴的小人。好好的一盘棋，让你打散了，真是佛都有火。拿棍来。是。大师，为什么那么久你始终不肯见我？半年来，你连一行经书也没有看过。我到这儿来不是求长生之道的，外面有很多坏人等我去铲除。我现在先教训玄机这个小人，请师父让开。匹夫之勇，谁挡住你，你就打谁吗？
你就当我是三十三爷吧。就是不明，师傅，棍来了，不明打到他明。你虽然偷偷的学会了我不少武功，但是未必挡得住三十三爷的梅花棍。啊，又耍花枪啊！当心呐，花枪上战场，不死一身伤啊！梅花朵躲开，猛龙出东海。哎呀，大仙放在手，老孙抱象走。大元，岁寒会三咬。木棉一只袖。天身照邪月，回头一面光，黄昏扫落叶，朝天月香。哎，避重就轻嘛，笨蛋。避重就轻。啊，你真行啊！丘陵玉，回马斩蛟龙。罗汉请观音。尼姑一条心。历尽风霜劫，化飞点点光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我始终不肯见你，因为你与佛无缘。你偷学武功也与我佛无关。你走吧。师父对我的一片苦心，在下非常感激。后会有期。阿弥陀佛。玄机师父。啊，谢谢。
请问阿球在不在这儿？球就没有，蛋就有，你要多少啊？对不起啊。最近城里粮食商会派人来四乡收购粮食，我想亲自跟他们去谈谈。快就十天，慢就半个月，我就会回来。这里的事全交给你了，师傅，您就放心吧。现在横城都关门大吉了，四乡的粮食也让我们收购的差不多了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可以做独门生意了。隔壁东村米厂的事怎么样了？那个老头好难搞，他一口咬定了，少一个子都不肯。他一共有多少货？有500担谷子，100多担稻子，90多担大米，70担荞麦，总共算起来也有600-700担。马上带人去找他，他不肯照我的价钱卖，就像对付恒昌那样，搞得他关门。走，老板。他还要等回来。你们别走了，不用去了，等我到城里回来再说。不要抢，这里还有的是啊！来来来，哎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每人拿一个苹果。哎，快点快点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不是觉悟老和尚对你不好啊？不是，他待我很好。我这次回来是多谢老前辈指点。顺便想跟老前辈打听一下我妹妹跟我妹夫的下落。你妹妹，她，怎么了？你妹妹她死了。死了？怎么会死？听说是让33爷跟他徒弟把他逼死的。那我妹夫呢？你的妹夫，我很久没见过他了。是你？你今天居然有胆回来送死，死是死定了，我要看我死还是你死。你一定是嫌我师父打的你不够。呀！是谁害死我妹妹的？是不是你逼死我妹妹？不是我，자 이번에는 네 차례다 이제 방해물이 없으니 1대1로 겨뤄보자 자 덤벼봐
감히 응조군 뽑을 쓰다니. 行踪讲给他听。 你这样做也算帮了我的大忙， 起码我已经看到他现在的身手， 还知道他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我。 不错。 你聪明我也不笨， 想不到我又回来找你了。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我刚刚做了三十四爷，这么快又要我做三十五爷啊？我看你是还没有做成三十五爷，就已经去见阎王爷了。不，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
你有你的梅花棍，我有我的大仙棒。大仙棒，我来领教下。金棍，嘿嘿，专打你的七寸位。鹰爪三下，这叫做以毒攻毒，以牙还牙。千斤坠，我连根拔。
哼，就这么多，哼，还有的是呢。擒拿伏虎，轻松如游龙。拿梯四步风。寸不离，看错人了。